早晨起来就开始烧火，用这个炉子现在烧点热水。这个热水是给那个煤气罐加热的，煤气罐里边没有什么气了啊，打半天也打不着。现在只能用这个烤一烤，看能不能出气了。山上啊，灌这个煤气太费劲了，走上来就要好久。买了这个炉子，这是地头一次用，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锅啊，只有这个炉子，所以说用这个做饭暂时也不行。放了点这个乱柴，然后放点煤油进去就开始烧了。刚才烧完水啊，现在开始做饭了。我们啊，现在那个煤气是一点都没有了啊，现在只能用这口锅做饭了。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早晨吃什么。哎呀呵，看一下，呵，这烫啊！啊，里边放点辣椒，这个胡萝卜、土豆、白菜，就这些啊，就没别的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了。啊，也只能是吃这些了，别的也做不了啊。你就躺吧，你看他多淘气，你看，哎，你就在这儿洗澡的吗？啊，这家伙，冲凉了。我这几天啊也没有出去拍摄去啊，因为我们这个闭关的地方啊。来了有这个闭关的，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然后呢，我们下边的那个工作室啊，这两天也是在为里面的布置啊采购东西，所以说我们就山下山上的两边跑，就没有出去去采访一些这个也是啊，也没给大家更新视频，这个是非常抱歉啊。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橘猫，它是简直就是一个猫强盗，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周围啊有好几家就养着那个猫呢，这个橘猫啊把这周边的这些猫全部打了一遍，谁都欺负，你想逮吧你还逮不到它。把我那只小白一个前爪啊咬了那么大一个洞，呀呀，看一下，看我们这个小腿，看那个地方有那么大一个洞是吧，你看一看，前几天那个腿都肿着，这两天好点了，刘道长给他上了点药。这是我们那个房子的后边啊，这后边有一条比较陡一点的路也可以上去。我们来了一个新的伙伴，也是前两天刚过来的。哎呀，上来之后啊，正好这个官房里面的音乐也停了啊，把它关掉了。我们在这个官房当中啊，其实不单单的是在这个黑暗当中，然后让你自己在里面静坐可以了，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课件的引导，这个对于修行人的突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今天呢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关于这个修行打坐端念的问题。其实我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跟这个一些粉丝呢已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了，总有一些粉丝认为这个端念啊跟这个双盘有关系，其实这个呢跟这个双盘不双盘的没有直接的关系，你能不能够修行的好跟双盘也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这样讲啊，功法有很多种啊，不单单的是你自己的那一种。尤其是我们在练功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躺卧的啊，有这个端坐的啊，有这种端坐的，那还有这个散盘的啊，单盘的、双盘的，这个无非就是你在这个练功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肢体动作。打个比方，假如你是一个残疾人，你没有双腿，那你如何练功呢？难道你静不下来了吗？对吧？所以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这个
你如何让自己入定，如何让自己去修行，跟你的双腿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自己一定要在这个认知上面啊，去打破自己的一些局限啊，不要认为呢自己就是说看了一些或者学了一些就是一些方法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它了啊，其他的东西都不对。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所谓的相，我们被自己框在里面了，出不来了，知道吧？因为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话呢，他讲究是一个无为啊，空，让自己的话呢，所有的外在的一些物质啊，外在的一些念头全部要断掉啊，然后只剩下自己的一个意识存在。那我们如何让自己入定，静下来，断念？这个其实是有方法的。一般的话呢，我们用作最多的还是这个观呼吸、数息的方法，一般是这个鼻息。我们鼻子出气的时候，它是有声音的啊，有声音的。我们自己的话呢，可以用耳听，耳听这个鼻息的声音，它一次的呼吸的声音，然后用耳朵呢去关着这个地方，慢慢的话呢，它会把你带入到一个比较静的状态。最终呢，你会从这个观呼吸的这个状态下呢，最终会进入到一个完全没有去呼吸的这个状态。这个所谓的就是什么呢？从这个一个有到无，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包括我们用这个腹式呼吸啊，观这个肚子的起伏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要利用一种方法啊，去关注在我们这一点上面啊，外面的一些外缘呢才会断掉。当然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思绪进来，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然后呢你就会跟着那个思绪就跑偏了，有的时候打坐就昏沉了，或者是睡觉了。其实这个的话呢都是带偏了啊，都是带偏了。那我们在觉察到了之后，赶紧的把它给拉回来啊，拉回来之后呢，然后切断它，然后再去关注到自己，无数次的啊这样去修行之后，慢慢的你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外缘的东西打扰到自己啊，修行到里面的一些这个内景了。那我们在尤其是道家啊，在这个修行的时候，他还讲究一个活子时。其实当我们到了这个活子时的这个状态之后呢，你基本上不用再去介入那些方法去锻炼，因为你自己来了活子时之后，自然而然的你就已经在空台当中了。只要你自己的话呢盘坐下来啊，基本上就是在短短的一两分钟之内就可以很快的入定。所以说讲呢，我们这个修行的话呢，一定是从无啊，这就是从有到无啊，它是要先有一些方法，最终的话呢到无为的那种状态也可以入定。这就是我们这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啊。说了一些就是比较简单，但是的话呢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去不断的去训练自己，慢慢的话呢就会达到一个很纯粹的状态。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先说一这些啊，咱们下期见，拜拜。